好。他们看到这个景象，一定啊，大家一起往下挖。那大家都各挖各的。对啊，哇，反正你是两个直接向下去哦。哦，这样感觉好危险，就很危险啊！啊，我先下去吊他们血量嘛。好亮啊！你下去之前，你可以吃一下那个特定吃酥，酥能干什么？你可以吃，拿来吃，吃酥，拿来吃啊！吃酥大礼。哎、欸，看到他们了，拿来吃啊！我看他们往上挖了。还是我们倒个水，我们全部都下去。我们这边吗？来来来来来，你水桶丢下来给我。好，丢给你了。哎呀，靠近你了，你要不要先吃书？好，我倒水了。好，我下来了。冲啊！哎，他堵住了，他堵住了，哎没，他堵住了。那我挖旁边。哦，渡鱼，渡鱼。那渡鱼要不要冲下去？啊，渡鱼被冲下去了。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欸、你怎么游过去的、啊？嗯。没。哦。破盾了，破盾了，破盾了。啊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啊，死了。哇，完胜！耶！冲下去。我在勾引杰克、欸，你看我残血，然后就刚刚杰克在弄你啊。啊，我就故意，他想弄我。我靠，也在旁边观战。耶耶耶！请叫我鱼姑小子。鱼姑，你们谁挖到渡鱼？我挖到三只了。第一个石头就挖到渡鱼了。哇，汪汪有人挖到两只吗？我挖到三只。哇哈哈，你雷吧，我只有两只。你要比较一下才不会有伤害。不会那么难过是不是？我打哈哈哈，我击杀一十六就挖到三个哦。对啊。强运超可怕的啦！哎呦，你知道我在跑到一半的时候，在叠三壁，正在叠，我突然听到啪一声啊，什么东西？然后转头看到繁星在我头上，中间珍珠直接丢上来，结石悄悄，上面有河豚哦，为什么会有河豚？我头被河豚吃到了，河豚来了，河豚来了，突然觉得河豚好强啊，河豚好强哎，河豚好强，好痛哦，河豚。河豚根本就是小的那个，我刚刚听到有人说那个下一届 UHC 全部都是河豚的小房间吗？哇，好猛哦！有战法，你就可以去钓鱼、钓河豚。原来是河豚放在桶子里。好，对，放桶子。开启那个的话，反正里面大概会很多水，有没有？你就偷偷放。然后就有三块全是自己人，超好笑。那小只的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，超猛的，好可爱，好痛哦。你太丑嘞！不是，它变大只膨胀的时候可爱啊，可是小小只很丑。没有，你那是一个自己的感觉，为什么你反了啊？膨胀的感觉像自己，就似曾相识，连配色都很像的。真的，我看到了团团。啊，没有没有，你没看到。小丽，你做什么？对，就是刚刚不是说那个金头颅？嗯，它好像是一本那个书，配方书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按右键会，按右键就可以，就可以按。哦。然后在身上没有看到，直接吃掉啊！直接河豚吃啊！对啊，哎，以后没有什么鳄鱼吃，是河豚吃最可怕。真的哇！哎，河豚吃人凶哎。真是假的？你可以玩河豚地毯。啊！我的头，我的头，看谁被石头了？对啊，我的头卡在石头里。我保护你，没事没事。头卡在石头，没事没事，小雨没事。哇，这个池子好恐怖哦！啊、哦，来看一下，河豚的配色跟小雨你很像啊，很像啊，超像的。有啊，杰克的书跳出海了，没事，掉出来，掉出来了，浮在水面上。哦，哎呦，这是瞬间死掉哎、欸，被河豚杀死。哦，哇！我浮在上面没事、啊啊啊啊啊啊啊。好痛！好痛！哎呀呀！墙壁痛，墙壁痛。有人被窒息啊！在边界外啊！换地图，换地图。哎呀！来一张，来一张。对啊，可以挑战谁能在河豚池里面活最久这样子。强哎、欸，拜托！狂氪金苹果啦。嗯，我觉得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他伤害一个，他中毒一下啊，对啊，
因为它会挤飞你，多咬两口啊。需要麦块之后可以更新，就是河豚可以拿来那个吸个毒汁出来。哦，你说萃取毒液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然后抹在刀上那样子，然后有毒，那刀有毒，有毒，然后自己再舔那把刀。我的刀有毒哦，要舔一下，你注意我的刀有毒哦。儿子，那就继续金头颅。金头颅，刚刚有开那个吗？打树叶会掉金苹果吗？没有、欸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正式应该也不会开、啊。我觉得对啊，一个人负责打有点太 OP。嗯，就一直刷树叶就好了。真的？哎、欸，这头长不一样哎、欸。可如果树叶少的地图好像可以。哎、欸，作者头怎么变这样？对啊，我想说怎么变不一样、啊。嗯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，为什么、啊、头变了？怎么那个？好神奇，有可能变吗？没变啊，还是他、啊？我刚看也是他、啊。哦，是哦，没有，刚刚最早、啊、最早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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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早不是长这样。哦，那不是特殊地图吗？嗯、对啊，现在这边是子弟部，子弟部，子弟部。哎，我看是紫色头发的、欸，哎，紫色头发，紫色头发的、啊，哎、欸，蓝色帽子。对啊，我看也是史蒂夫，看史蒂夫啊，应该是1.13 bug。嗯，显示 bug 啊，又有肚鱼，不是又有肚鱼，又有又河豚了，河豚来了，河豚来了，黄河豚，黄河豚，哦，好爽，你的炙热恐，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他是有好几阶段哦，他膨胀，他两三阶段，哇，这海绵哦，好胖，好胖哦，他变好胖哦，嗯，最终形态，他土地躺着干嘛？一样可以踩哦。一樣踩到可但是会中毒，我、哦、这可以当那个当陷阱哎、欸，陷阱用啊，用灰色羊毛的陷阱，学起来，学起来，学起来，好可怕、啊，好好玩哦，中毒陷阱哦，这个我觉得可以玩一下啊，如果他没膨胀也会有吗？看到羊毛地毯都不敢、欸，对啊，先看他没有膨胀，他没膨胀也会有吗？等一下，他靠近他越膨胀了，不管他有没有隔着方块，缩小了。有啊，他看他要膨胀了，他一碰就膨，靠近就会膨，对，所以他这么膨胀一样会有，感觉那么奇怪。可是有字幕看得到，河豚充气，对啊，不知道一开始不要碰它，它会充气吗？不会的，不会，应该不会。所以如果里面放的是一般的河豚的话，没人会知道啊。如果在毯子底下的话，它是也会膨胀，你会遮到了。队友不要巴西去走到，这场可以开那个地狱门。带血的话，他们还会生气吗？要先全部让他变小、啊，先让他们全部削、啊，然后我们再走上去。好、哦、像全削了，全削了。来，可以走上去。我靠近了，我靠近了，靠近会。有啊，会膨胀了。哦呦，会，还有 CD 耶。只是因为没有那么靠近，所以不会那么快。没有那么快，不会那么生气那么快。所以可能要再做个机关，就是你走上去之后，旁边的门都堵起来这样。但是我觉得你能做那个机关，说不定都可以弄个 TNT 吧。如果放在那个。末那个什么那种末路的话就可以就直接读到了，嗯、哎呦好痛！我在中间很高哎、欸，跟侧边都开地狱门哦，这场就也可以地狱玩，好，可以测试地狱门。但40分钟后还在地狱就会被掉下，自虐天哪！好，不是他弹很高啊，很好玩、欸，他有击退啊，他可以在上面维持多久？好来啊！哇，弹跳床、哦、不行啊！那弹跳床，真是超难、啊，小游戏是不是？对啊，没有没有，谁把那打掉了？要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！有人在偷挥左剑呐、啊，被我看到了啦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白痴！哎、欸，对啊，他不是没有一格吗？他出分，那没事，这就没事了。笑一下哦，看来是要那个啦，半格方块的。半个正方半砖嘞，全方块不行，全方块不行，正方半块半砖。跳，很难上去跳。半砖可以，不行，没有，我是没事，我现在比较羊毛，比较羊毛是那个吧，那个河豚观察日志，应该可以。哦，我想说要掉下去了。半砖也可以哦，可以放在上面吗？半砖不起来。雪地，你下面要有那个线。地板门勒、啊，雪地这样子，地板门应该也可以吧？直接放线。地板门是看、啊，黑橡木的地板门就看不到，就不会透光了，不是吗？哦，地板树，
啊，痛痛，让我上去，让我上去。这样子的，有地板吗？会，会被推开了。哦，哎、欸、啊，哦，那、啊、所以是片状的。哦，阳光砍射器。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，没事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我怎么？它算半转吧。哎呦，因为你从侧边，不要打我啦！这个不算啦，打不算啦。竞技场是不是就不会缩圈？我看一下啊、喔，知道。你们可以玩一场看看。竞技场40分钟之后，它会传送到随机地点，指定的格内，就大家都在16格内。哎、嗯欸，中间人头变出来了。如果不是在那个主世界，就直接死了。嗯，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云月，如果把你脚下这变死状，从旁边走过也会中毒，不是吗？你说，就只要走到旁边，好像就会中毒啊，会啊。那、啊、如果，哎、欸，我会被推来推去。如果盖在墙壁下面就好了，不是吗？你不要打，不要打。盖在墙壁下面什么意思？就比如说杰瑞这边是墙壁，啊，然后他左边这边是地板，哦、我们从旁边这样走过去。哦、会啊，好像会哦，对啊，这样就好啦。对啊，那就不用盖地毯还是什么的啦。知道那叫什么？那个不是会那个给鱼去喂脚胶的那个医生鱼对不对？你好，你下去玩一下、啊，去玩一下，被推，啊、被推，好痒，好痒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哇！没有，你要怎么样？分队了，好，分，巧克力，耶，不用动，音乐结构，音乐结构，等一下哦，这场没有那个缩圈，40分钟之后直接传。嗯、如果你不在主世界，直接死。哦，会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20分钟、哎，走路，他就有那个限高，40分钟有限地，他时间到也会再说一下。好，限高多高？180、70、55到70、70。哎、欸，这里超晕的、欸。然后有蠢鱼，有逆向合成，有鱼桶都可以玩。哦，好晃，好晃。哎、欸，我晃完了、欸，我结束啊。这个如果是 survivor mode 的话，你打玻璃，哦、下去打旁边的方块不容易打透，然后你也不容易跳起来。三 H， 你这里会晕啊！我要出去。欸、我来错了吗？出来啊！哎，团团，有时候转一下。团团，团团，啊，你来干嘛？间谍，当间谍，好拍死！我刚刚想说，奇怪，团团也说下来，啊，你说上 H 啊，你又不就剩一个了吗 ？H3FN，FN 电台，来，走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没办法触发？要开跑车？哎、欸，你其实你的 N 跟 H 有点像哎、欸。M 跟 H， 哎、欸，为什么很久无法触发？你、啊？哎、欸，打触发开始。哎、啊欸，无法触发这个目标。地板的上面有这个把手，真的觉得很可爱。我觉得新的地板门都很可爱，尤其这个超像巧克力的。嗯。开始。我觉得丛林唯一好看的就是地板门。对啊。天哪，它的门。观点、哦。可以吗？它可以吗？有点烧、哦。不行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哦，可以了，有了。刚不能点会不会有问题啊？如果刚不能点，表示可能会有问题。你说里面的设定会跑掉吗？嗯，不是啊，对，他这个有问题，主要是 tick 出现问题。啊，行。哦。应该是没问题，里面放太多鱼了。中心点坐标，表情符号。嗯。他在盯着你，零点零，一直有人在看。现在会不会出现那个双等鱼啊？没有等鱼了。这中心点有没有？那人家问说，哎、欸，请问中心点是？是什么？等于等于。中心的吗？终点在这儿、啊。我听不懂。不懂。超疑惑。哎、欸，隔壁的树烧起来哦。啊，他故意、哦，他故意打这样子。有没有真？哎、欸，所以这次没有宝箱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次有宝箱，没有宝箱。嗯，好。好。砍掉！哎、欸，隔壁的火卡。还是好玩，超烦，是音料哎。有搞搞，那就给你搞，
妈，妈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跟你搞，跟你搞啦，可以啦，不要，搞一下吧，不要，不要，观众想看的，不要，来啦，不念着你了，给你搞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也不想搞，给你搞啦，想要搞啦，迟早会搞啦。你想干嘛？你不要我的稿，你就只有自己搞了。你要自己搞还是我的稿？他自己的稿了，我拿你的稿。都不要我的稿。对啊。